欢素描还是油画呢？如果你那时很富有，你还会自杀吗？你拥有了什么灵感可以画出那种跳跃跟流动的画面啊？我很喜欢这个元素，所以这一次的服装用了这样的感觉来设计。我很想邀请你来参加我的服装秀。
在出场的是战斧的星空系列，请大家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吧。我们的小小设计师有没有很棒呢？有，实在太棒了。大家再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吧。南鲁你好，我是可爱的小设计师赵雨婷。我觉得把耳朵割掉很痛，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呢？难道你是觉得痛吗？你看我星光很美丽，很炫目，黄色跟蓝色搭配在一起，看起来也很棒哦。亲爱的南鲁，你好，我是可爱又很会画图的苏雅丽。因为你的名画《美丽的星空》，让我知道怎么做出我的美丽的星空衣服，真的很谢谢。我希望我也能像你一样的好好吧。男主你好吗？我是小爪服装设计师张永琴，我可以设计独一无二的服装哦。